后，原本用来布施给孤魂野鬼的水果、食物和钱币，成了信众心目中的吉祥物品，也变成他们互相抢夺的目标。来，包坏了。一般就是抢了就吃嘛，一抢到什么东西，我们就马上往嘴里塞了，因为没有熟了嘛。如果你说拿太多东西，你都抢输给了，所以你抢到什么，你快点吃吃吃了。空手了又抢新的东西，这样。我在韭菜花城隍庙联谊会里面是负责这个副总务的位置。我后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服务，服务里面呢有甘蔗啊，有罐头的物品，有快熟面，有饼干，一些都是吃的东西比较多。这些好像来 goodie bag 这样的。就在信众把一箱箱服务带回家的时候，中原会也没有忘记给好兄弟准备丰盛的美食，还贴心地为他们开辟了一个舒适的空间。这个 corner 啊，就是我们叫做逍遥间啊，就是好像让好兄弟啊，然后来这边好像 relax 啊，好像一个 lounge 这样子啊，说这里有好像说让他们一个casino 啊，好像 casino 这样子，让他们赌博啊，然后有烟啊这些，然后有厕所，男借女借，然后让他们用了。就在夜幕低垂之后，中原会的重头戏中原喊镖晚宴就正式开锣了。我们今晚会开222席，等于差不多有2220人参加我们今晚的宴会。如果算规模的话，是应该算很大的。我参加那个韭菜八城隍庙的中原会啊，应该有8-9年了吧，员工应该有整十座了。我们的员工蛮积极参与我们公司的活动啊。台上的这些物品看似简单也不贵重，但是信众相信如果能标到这些服务，那接下来的一整年都会有福气和好运。我爸我爸和你家我爸爸三年会爸爸爸爸爸爸。我们就是看着那天的心情怎么样了，我们就去到那边，我们看的东西，哎，在喊标的时候对我们有感觉，我们就 OK 了，标回来。其实服务也不一定说每一样东西啊，哪一样东西的价钱会比较高，要看那个东西有没有人在 fight for it， 如果有人在 fight for it， 那肯定它价钱会比较高。一般我们这里是乌金啊，发财炉都能在发。红军王给布，红军王就上大风。